叫李伯冠，这是如姐手机啊。罗志汉啊，干么起笑啊？打刚不是打电话就传简讯呢？我刚才处理你的代志哦，我得要精神错乱啊。为着认真嘛，嘛联络不着露西啊，你莫为着这个代志来操烦啊。妈，唔知会当当偌久诶，你暂时。江超翔。 林子倩，你哪会伫遮？敢讲你跟踪我？我的好心最近交一个女朋友，叫做王如琪，你敢毋是识？王如琪哦，这个名，敢若有听过呢？我就知影你绝对袂老实讲。正有伫遮，你告白假。 哥，你哪嘛在遮？无啦，我来在白话朋友的啊。干嘛呢？我来感觉，恁是伫遮算计什么？我的代志跟你无关系，问遐就要创啥？难道是你？ 你形容在来这所在，志汉找袂到如琪，啊，看伊手机定位最后人是伫个遮，所以我才走来遮看觅者。是啊，如琪这两天失踪啊，一开始伊阁有传讯息，啊，毋过伊伫无甲志汉通电话，后来阁关机啊，互志汉足烦恼的。咱就甲伊讲遐济，为着伊对我状况嘛无啥物兴趣啊。 咱女朋友冤家，几落工无联络，迄嘛真正常诶代志。我甲如琴毋是即款诶状况，且你莫无了解，着凊彩讲话。我今仔日去庙里，替如琴求一个平安。庙里有一个师兄，伊讲伊有影着一个歹命，甲志同小姐。讲较袂输，是如琴。我随想着，进前伫庙里嘛有师兄讲，我去互毒棍仔地，伊敢知影？ 我听到这款话，我是什么款心情？阿姨，其实志汉甲如琪因无冤家啦，啊，不过如琪人雄雄失踪去，啊，志汉难免烦恼嘛。是啊，志汉会当找所在拢找过啊，会当问的啊，拢问过啊。那恁敢有问过？ 家己迄边的江超强，伊甲王如琪冇熟识，看恁的反应，恁嘛知影这件代志啊？是啊，莫想伤多啦，我甲你女朋友无遐尔熟。那恁是要怎解释这个相片？ 是啊，我甲你女朋友哦，虽然讲是熟识，啊，不过无遐尔熟啦，啊，就普通的朋友啊，就见面的时阵拍一个招呼尔啦。屁事啦，拢甲别人的性命当作是甲你行行咧算，你讲的话谁会相信？这相片真明显，王如琪看你的眼神，甲对别人无共款，恁讲真正只是普通朋友尔。我讲的拢是老实话啦。 阮罗志豪甲江超强哦，早就惊真我啦，敢讲你唔知？讲话唔免这么当冤死讲，你当直接讲啊！我是会当了解哦，妈妈关心家己后生的心情啊。啊，不过我想哦，失去陈东俊以后，你唯一会当接嘛，就是你的后生罗志汉啊。所以你才安尼用心计较，你想空想胖，想要家己的女朋友赶走对无？
你不要白生人是要相片。我就知道你跟王女士有实在，我不才会跟踪你。你这样构成阴天背景好，我就是想要母后清楚你到底有什么关系。想要到今天让我发现你走来这拜这无名氏，别跟我说你是来这做慈善，你根本不是一个好人，你不可能这么善良。应该跟我都说了，买什么是没爱心都随在你了。坦白说，我也不知道那个白位是什么人，我没把我朋友白位请过来。是啊，我刚来的时候就看到这个白位放在这里，我原本没去问管理员，您就冲进来了。干嘛呢？志翰说在庙的书那里看到坏物，您就这么多好来这拜你的朋友。刚说这无名氏就是你的朋友。你现在是怎样？硬要把如琪牵拖到我这来，就那相片就要说我跟如琪关系匪浅，硬要说如琪是一个水性杨花的查某囡仔。哦，安尼才能证明哦，你辛辛苦苦对家己后生，安尼早总替付出替俩包。妈，我拜托你，我这么心情已经真乱真烦啊！我拜托你，卖去遐啥天位倒啊，好不？我无，我只是卖讲你只是为我好，那真正是安尼，你就唔免私底下去翕一挂相片，然后佫直接讲一挂有诶无诶。这对代志一点仔帮助拢无，恁哪会甲如今老母共款啊？拢用糟蹋别人来达成恁的目的，恁哪会这么变态，这么自私？你讲我变态，讲我自私，我只是烦恼你。我唔免你烦恼，你敢袂记得啊？是你家己讲要甲阮切断关系，那就拜托你啊，这较水亏好无？别再在我背后做这种小动作，我袂感谢你，我刚才感觉就倒转就肮脏诶，我唔是你的家娘啊，你敢袂当帮我说？你敢真正是安尼想？无咧，你爱我安怎想？好，是不是我走？你就怀疑对，你上好永远拢莫出现伫我面头前，我就感谢你。